成都、顺德、澳门、扬州和淮安，全国五个美食之都，集集澳门路荡金光大道公园，超过100个美食展位，让你一站式饱尝五都滋味。由澳门新口岸区工商联主办，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协办，六大休闲企业合办的澳门双行线，锦鲤五都荟萃。12月16日至26日下午3点至晚上11点，约定你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谢莹莹。大家好，我是高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天爱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文文。大家好，我是单依纯。大家好，我是武大靖。五都美食荟萃，五都美食荟萃，五都美食荟萃在澳门。这个月16至26日，16到26日，在入荡金光大道公园，千万不要错过啦！希望大家不要错过，不要错过哟！大家不要错过，希望大家不要错过。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哦。